我的女儿跟别的男人跑了。快跑啊妈妈，带孩子做节目容易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胜，现在要去婺源，要做什么呢？没错，要当动物管理员，要去照顾动物。照顾大便。照顾大便，是的。磊妈安排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行程，我们今天要去住动物园，让磊磊体验一下动物管理员一整天。因为磊磊太爱小动物，我觉得一起顺便接触大动物。因为他一直看到什么动物都想养，什么动物都很想亲近，但是呢，我想让他知道照顾动物是非常的辛苦的。我们这次去应该照顾的会是长颈鹿，去收集它的食物，喂食。而且我们会去看一个佑胜非常非常爱的动物。它这个园区是可以喂食动物啦，但是呢，能住进去当然是特别的安排一下，让我们多多介绍这些动物，跟看看晚上的动物园是怎么样的，不是夜行动物，是正常动物晚上在做什么。出发啦，耶！很多人呢、欸，今天好多人。但我个人呢，不知道现在该去哪里，所以就。一直往前开，直直冲，直直冲，直直冲到售票亭，要冲进去，是不是？售票亭的旁边有一个可以拉开的门，我们就会从那里开进去，这样、哦、好不好？前面那边他前面在跟你招手。Hello， 哇塞，我第一次开进动物园了，真不好意思，有点紧张。啊，就停车了，停车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到了，孔雀在旁边呢。这是孔雀是怎么回事？他想去哪里去哪里。我们今天会借住在行政中心。行政中心其实动物园里面之前是会有人留守的，但他们现在员工宿舍在外面，所以今天留守的就是我们。但是我们使用的资源就是他原本的行政中心有人住的地方。小心狮子。他咬人吗？不会，他是咬人。这就是我们可以灌洗的地方是吗？感谢感谢，哇，这是个房间呢。晚上今天也会跟你们一起在这过夜啊？真的吗？好好，叫我们叫好。有事情随时都可以叫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不然把我们自己留在动物园，我说老实话，我还是会紧张的。这位是老王，叫老王的都是帅哥。我的女儿跟别的男人跑了，我该怎么面对这个事？我们要开始今天的行程了吗？好啊，怎么了怎么了？弟弟，斑马有了，斑马了，斑马了。马上走没几步就有斑马了，而且旁边还有鸭子，就在旁边路边，就是很悠哉的看着我们。这不是雕像吧？哎、欸，会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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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斑马，斑马头都探出来了。是它抓痒，它屁股痒，它在戳它的屁股。你有看到那里有一只鸭子在跟你打招呼吗？这是在跟你打招呼啊。哦，对不起，马上被纠正。哦，白孔雀就在路边走，走给你追，跑给你追。孔雀的话，我们这边园区是放养，所以放养它就自己会想办法找到食物吗？它们自己找食物，排泄物也不用管。对。哇，太棒了！哇，我家也养一只孔雀啊，就放养过来。这么快就要进到大魔王了，我还想说长颈鹿压后，可以让他们期待一下。哇，来了。来了，你要不要带？好好放。他过来了，他就这样靠过来了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！他叫什么名字？叫皮皮。皮皮你好啊！你知道自己怎么的？我感觉到他的呼吸。你怎么那么可爱？妈妈抱抱。耶！天哪！这个。弟弟乖乖，被食物给他吃。妈妈，好了，太大了，太大了，他太大了。哎、欸，他脖子吹气有点不太大。对啊，对我老婆吹气什么意思？哦，他在吃我衣服。啊，没有。跟皮皮说拜拜。拜拜，皮皮拜拜。他想我。他会想我们呢、啊，你要喂东西给他吃啊。我知道被你笑死了。对，弟弟就在路边跳起舞来了，有点不想要阻止他。没关系，跟孩子的行程基本上都是这样，可以随机调整。耶，弟弟跳得好，耶，又有一首是吧？好呗。各位来宾，欢迎光临玩皮世界乐声公园。好可怕，有人！救命啦！救命啦！耶耶耶耶耶！
快跑啊，妈妈！蕾蕾要认真照顾，只有弟弟就在这边当观光客。好，我帮你拍，一二三，咔嚓！有马哎、欸，有白色的马哎、欸，你要当白马王子吗？好大，好漂亮哦！好啦好啦，不过去不过去不过去。孔雀耶，孔雀也可以摸，太夸张了。这边这边，来，弟弟，不是那里啦，啊，没有鳄鱼，可以吗？今日的进度啊，完全完全完全的突破，他还在自言自语。是吗？会咬一点吗？他会咬，不是现在。因为赶快去工作，不然动物要饿死了。那我们走吧 ，Go Go。孔雀真是四处为家。对、啊、对。那是你最爱的恐龙吧？弟弟有感觉吗？你喜欢吗？你喜欢那只恐龙吗？现在是恐龙懒洋洋吗？不要。你不要什么？不要吃。你不要，没有要你吃，不要吃他不要给他吃就好，我没有要给你吃，去吧，给他吃。你不听话，我就把你抓去吃。结果爸爸今天行程变成一直背着他。对，照顾这只动物。对，真的。哎呀，你好大、啊。弟弟的上半身都被含进去了。哎呀，太亲近了，太棒，而且围栏又低。弟弟依然失控中，姐姐不知所措。还在玩，姐姐，姐姐好无助的表情哦。我们是来照顾动物的，孩子们，出去认真工作。动物快要饿扁了，这才是真正的节目幕后。生孩子，带孩子做节目容易吗？这里环境真好哎。你想住这对吧？去吧，好吧，我们受伤，我去，不要抱着你了，你去。去吧，你等袋鼠出来，在你身边跳。在这里我才不怕呢，这是草地，我才不怕呢。躺吧，你就趴吧，你就叠吧，你就哭吧。跳着跳着大便了，这是袋鼠大便。所以你们刚躺在大便上吗？大便。来去照顾动物吧，孩子们，工作来了。哦，这个小袋鼠在肚子里。啊，跳走跳走，各种跳走了，他们跳出来，跳出来了。哎呦，扑街。接网啊！你有没有注意到请勿进入？还同框呢，多讽刺呢！这是什么？谁扫的？谁扫的？大便。你呀、啊，一起扫的，一起扫的。你好棒啊！那我们现在去准备兔子的晚餐，好不好？是晚餐吗？哎，当然不是，宝贝。走吧，走吧。像我们手都要拿好，然后不可以拿来挥哦。那我们准备走了。哇，走进秘境了。所以你们平常兔子都吃这个吗？牧草，然后跟饲料都有。等一下呢，我们要找的草呢，比较高的这个。哦。从中间这里拿着之后呢，然后就把它切掉，这样子你就有很多片叶子，还有一个中心，好吗？蕾蕾，你手还好吗？你刚刚怎么割到的？没关系，我们要先学起来，先不要碰它。我们一直在提醒你要小心刀，对不对？对，但是你可能没有注意。我刚刚割这只手，那么疼。你自己跟你自己的手抢。好，那下次要注意刀子，知道吗？我现在赶快带你去擦药，可以吗？你表现得很好，来去处理一下，走，勇敢，走，没事的。太棒了，那这个工作也算完成吧？哎，不对，我们喂的不是这个兔子哦。我们到这里来就开始工作，我好想玩整个园区哦，打工换宿，要先把工作做完。山羊味真的是，我少数会觉得有点哦。等未来我们发掘嗅觉电视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可以分享更多。他就是三枪了吧，总不会错了吧？赶快来看一下小鹿斑比，蕾蕾，你是不是很喜欢这只？它叫什么名字？微微。你为什么帮他取名字？谁取的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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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一下，听说要去喂爸爸的最爱。对，水豚是我觉得非常的温和，有智慧的感觉。水豚这种动物大家非常的不熟悉，蕾蕾跟凯凯应该也不太熟悉，我讲过可能也不记得，不知道他们看到本人之后会不会从此爱上他们。虽然也有人说水豚就是大老鼠，大家看一下吧，南美水豚，叮铃，
可爱吗？这是一只超巨大的老鼠。哦，姐姐在那里开门了，我们准备从那里进去吗？哇，雷雷也跑太快了吧！等一下，跟我，等一下，水豚的吃饭，滴滴滴滴，小心哦，它在小草食堂吃东西哦。这只要过来了，雷雷轻轻的，哦，吃了。看蕾蕾超不专心，哦，他上来了，他上来了，先离开，蕾蕾，你不要被他撞倒哦。你摸到了，他摸起来像什么？草席的感觉啊，它没有什么味道，水豚没什么味道。养水豚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一个水池。弟弟，你不要一直往水里跳，你也太近了吧。该不会真的养一只水豚吧？好像台湾不能饲养了。其实我也查过法令了，台湾是不能饲养这个。现在是可以饲养，真的假的？是可以饲养，在家里可以饲养吗？可以，你是要买得到？不是买啊，譬如说我认养你，你们会生吧？自己会生吗？会啊，会嘛，所以我可以认养。但认养什么？就是放在我们的区里。就是我斗内在这边认养，斗内，然后我想要的时候过来看看他，这样对不对？都是这样，我懂，我懂。真的有点无法抗拒了。我看他这样，很好笑。拜拜。我真的是超喜欢这边的。磊妈，我刚刚选好我们今天要住宿的位置。好，那你就。每次听到你讲这句话，我都会有一种。又来又，就是又有什么阴谋，很不错。我个人认为很不错，在可能全台湾这个位置是最棒的位置。我从来没有相信他讲过的，从来不会因为我这一种 Q 点兴奋。他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，哎，接下来会怎样？哇，这又是版权爸爸的梦想。每当他兴起一种兴奋感的时候，我就会有一种大事不妙的感觉。不会，我觉得我今日的选择，你应该会跟我站在同一阵线。来，上车吧，宝贝。哎呀。辛苦了，今日就是这样睡，好不好？不可以，爸爸每次兴奋，妈妈就只能绝望，不是这样子的。爸爸也是会为老婆着想。我现在比较期待就是他奶奶说，老婆来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今天就这样睡，然后带我去一间五星级饭店之类的概念。真的吗？来来，过来过来，从陆佑胜去哪儿到现在，我只要讲出来有过，有几乎都会发生。像这一集其实也是蕾蕾的男头讲说，哦，我想帮他开动物园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听到你讲的话，我会让他这件事发生。但是今天不好意思，先带你去要住宿的地方。再看到旁边斑马在奔跑。今天要住的地方，哎，妮妮，哦啊，妮妮在那里，我把妮妮拖来。妮妮是看个性，心情好，人少，她就会靠过来。但妮妮现在吃饭，你看妮妮过来，妮妮过来了。是，妮妮。哦，你没有对这个位置觉得很嗨吗？你觉得还好吗？是。六福村窗外也可以看到长颈鹿，是不是？阿中部长，你说说话啊，不要这个样子。哎，好吧，又一次失望。你看。这样看不是很棒吗？我的车就停在犀牛旁边。哎，对不起，斑马，我累。你喜欢吗？你不喜欢我换位置？可以啦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好吗？这样拍起来很好看的，是不是？本来就很好看啊。坚持呀，妮妮，妮妮还在那。好了，明天再说。窗外风景就是有长颈鹿。拍局长就这样拍吗？IG 你去追踪了没 ？Come on， 里面会有很多很棒的照片的。Come on， 准备去吃饭，等一下就来晚上的夜游，到底会长什么样子？我们待会来看看。拜拜。哇，什么声音？森林里半夜叫的，我会吓到。我去把蛋抱出来可以吗？你看这些鸵鸟攻击性强，对不对？一直在发情。你看，这有一颗。We bring the sunshine.